开箱啊！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个，这叫啥呢？这叫航空飞机发动机引擎啊。因为我之前我看过有人拼过啊，感觉还挺有意思的，竟然拼起来的东西也能转啊！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看一下啊。这个，哇塞，这个包装还是非常 nice 的。看到没有，这就是飞机发动机引擎，这就是里面的零件，怪不得都说飞机难造啊，就这一个引擎那么多配件。然后它这里有一个说明书，应该按照这个说明书就可以拼好了。哎呦，这就尴尬了，这都是英文我也不认识呀。这两个我认识啊，这其他的我都不认识。这个不就是飞机发动机的那个螺旋桨吗？兄弟们看到没有，然后这个一转特别好看。我先把这个底座给它哦，它这个下面有电动的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呢把它组装一下啊。兄弟们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试一下，看我耗时3个小时拼的发动机啊，看它能不能转起来啊！1、2、3，转！不对呀，这声音正正正响，怎么不转呢？等一下，拿回来出问题了，太尴尬了啊！刚刚我又对发动机进行了优化啊，接下来我们再试一下，看它能不能转啊！啊，转吧这一次、啊兄弟们，刚刚我在优化发动机的时候，不小心把这个发动机滑这个皮带被我给拽断了。哎，这下就尴尬了啊！你们谁要谁拿走吧啊！你们谁要拿走，我不要啊！